爸爸，我给你写信了，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对你说，这样说的却只有对不起和谢谢。我很爱你，非常非常爱你，从小到大，尽管家境不很好，你也总让我过得最好。这个人叫张有年，是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正在给他读一封来信。这封信谁写的？他怎么就能让张有年痛哭不止呢？张永年他犯了什么事儿到了这个地方？有收入就没生活的，有农历是有30-40块钱，不是每天都有，要生活，要生存，要生活，要玩，要开支，要读书。我已经讲到这个车子嘛，车子这个拖起走的，就三轮车就能撇三轮，然后呢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了，就首先调动我们的车门。2013年6月25号，江安县运管所和交警队对非法运营的电动三轮车进行联合执法，一名执法人员依照规定对一辆非法运营的电动三轮车车主进行法律宣讲。当准备扣押电动三轮车时，车主张有年突然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执法人员。压力没得了，我就全部收完了，我就一冲动，我就身上把我水都拿出来。执法人员被送往医院抢救，共进行了2次腹腔手术，而犯罪嫌疑人张有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事情就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执法人员邹小海当时来不及反应就被张有年刺伤了。医生说，要是这个刀锋再偏几毫米，邹小海就会有生命危险。好在抢救及时，邹小海性命无忧。那张永年他怎么就突然之间就拔刀行凶了呢？什么原因导致他出现这种过激的行为呢？我觉得这个事就是错了，对不起这老们执法人员。事发后，张永年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悔恨的眼泪不能改变他触犯法律的事实。提及当时的举动，张永年说的最多的就是没有电动三轮车，他和女儿就断了生路。在看守所里，他多次向江安县公安局江安派出所办案民警提出想见见女儿的心愿，说女儿无依无靠，无法生活。张永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女儿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办案民警开始对张永年的家庭进行深入了解。我想我爸爸都是为了照顾我，希望能够有能力，然后赚钱，然后我读书。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个养女与他共同生活，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被我们刑事拘留了以后啊，那么这个养女啊就没有这个就从没有人来照顾。张有年的女儿张美熙今年16岁，正读高中。她品学兼优，每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美熙只要在高考中正常发挥，就会取得不错的成绩，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而就是这样一个让老师们寄予厚望的学生，却在父亲触犯法律之后有了退学的想法。他想出去打工，多挣些钱，等着父亲出来为他养老。女儿口中的父亲是慈祥的，只知道每天干活，用辛苦挣来的钱供自己上学。张美熙认为，父亲张有年一直给着自己超越自身家庭条件的生活，从小到大他都有着比一般小朋友更多的零花钱。在张美熙的脑海里，父亲是沉默的，因为太忙，他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时间。
父亲每天的作息时间也让美希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在每个清晨，他都会发现床边多了十块钱。今年55岁的张有年没有固定工作，除了开电动三轮车，他做着一份让很多人忌讳的工作。有时候有一点是开一点商人啊，开一点开一点私人啊，也就是我的，其他就没做到。为出丧葬的人家背尸体，这样一份没人愿意干的体力活，张有年已陆陆续续干了3年时间。公司里没找到钱了嘛，就是我们要生活的嘛，娃要读书要那样嘛，毕业了要干啥，不是人不能干不干。张有年说自己去做这份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女儿的考虑，他要挣钱供女儿读书。张有年一个人带着女儿，日子过得挺艰难。那他为什么一个人带着女儿呢？女儿的妈妈呢？办案民警经过深入的了解，发现在张有年不到1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他就跟着母亲来到了江安县，他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来母亲呢，在张有年10几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张有年就开始独立谋生。30多岁的时候，张有年跟一个叫赵飞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张有年与赵飞没有孩子。有一年，张有年在医院门口捡到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张有年把她带回家，视如己出，并最终收养了这个女婴，她就是张美希。丢了可惜了，我娃儿又害怕找你，就去找你，我就把那钱收养了，我就想到就救了条命。美希很小的时候，张有年就与赵飞离了婚。由于张有年不是本地人，所以美希的户口落在了养母赵飞家中，直到今天也没有迁出过。自张有年被公安人员带走后，美希无处可去，她想过退学，但最终舍不得学校，没有迈出这一步。美希回到了养母赵飞家中，此时张有年则向办案民警反映，他反对美希回到赵飞身边。最后跟他一起生活，主要是害怕娃儿吃亏，其他我都不担心，不那样。担心美希在养母家生活会吃亏，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江安派出所办案民警随即到赵飞家中了解情况，发现赵飞有着复杂的身世和经历。患有轻度精神障碍的赵飞共有过3次婚姻，在认识张有年之前的第一次婚姻中，他生下了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男孩。离开张有年之后，又与第三任丈夫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如今赵飞与丈夫、女儿、婆婆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张有年说，他之所以反对女儿与赵飞一起生活，是因为几年前张有年听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起一件令他气愤的事。就是我娘辈跟人家另外人开的，那有时候这娃儿大了，又拿一个他来拿我大了娃儿做妻子。张有年听朋友说，赵飞的母亲曾说，等美希长大了，就直接让她嫁给赵飞的大儿子做妻子。为此，进入看守所的张有年专门找朋友给女儿美希递话，让她尽快从养母赵飞家里搬出来，住到学校。出于对美希安全的考虑，办案民警依然做了深入调查，发现养母赵飞的大儿子目前没与赵飞住在一起，而是住在赵飞母亲的家中。赵飞的母亲也知道张有年对自己有芥蒂，正是因为多年前曾说过的这句话。当时那离了婚的时候，那就把这娃儿丢给我这个，就丢我女给他带。我的脑壳就想呢，就是害怕他不管。那走了以后他不管，我女不是也没工作的，那跟着我干儿，我结了婚就生了个娃儿，那也没工作的，那时候就弄进2个在就带不到，供不起。当时我的过的哈，就这样子我过的。不得说对他怎么样，我还是对他好。多年前的这句话，其真实程度已无从查证。在这个问题上，美希有着自己的看法。叔叔说，我爸爸可能担心我哥哥欺负我，因为我们不是亲的嘛。但是后来我想过，他是住在外公外婆家的，我住在妈家，应该没关系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担心我吧。美希并不担心爸爸所担心之事，
相反，他与妈妈、妹妹、婆婆的相处让他感觉很温暖。他主要是身体很安全问题，我还很多些读书啊这些，听说还过得很不方便。但张永年仍不放心，坚持让美西住校。民警担心美西与养母一家四口挤在不足40平米的空间里，不利于他安心学习，也提出让美西住校。美西连连摇头。刚开学的时候又想过去住校，了解了一下住宿费，然后就又搬出来了。张永年刚刚出事的时候，学校并不了解美西的情况。美西住了一天，觉得住宿费太贵，搬了出来。办案民警向校方介绍情况之后，学校很重视美西的求学情况，为美西减免了学费。这位学生他一年至少能获得3500元的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想了很多特殊的办法，对他身心上进行指导，同时对他生活上进行关心，有专门的生活老师、心理学老师定期的跟他进行指导。虽然校方为美西提供了免费住宿，当江安派出所的范指导员与美西再次谈起让他住校时，他依然摇头拒绝了。觉得还是住在家里比较好一点，就是喜欢待在家里的感觉。每天有些时候还是会吵架之类的，觉得过了之后就没什么了。就觉得比较像有一个家的感觉。美西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她觉得妈妈虽然精神不好，但是可以每天跟她说话聊天，自己可以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跟妈妈说说自己的开心与不开心。美西在家里喜欢帮妈妈做事，炒菜做饭样样行，喜欢跟婆婆一起照顾可爱的小猫，还喜欢跟相差几岁的妹妹在放学后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偶尔也会有个小小争吵，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幸福，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因为平时都没有怎么跟爸爸交流，所以觉得还是蛮开心的。美西的一番话也让办案民警理解了他的真实想法。民警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尊重美西自己的决定。与此同时，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位协警人员，也是美西养母家的邻居，随时观察美西的生活状况。我们所领导呢，交给我的任务，平时后就是多关心和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平时后的生活中，我看见他们一家人过得比较和睦，这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一方面。至此，美西的学费问题解决了，却仍面临着生活困境。美西的养母赵飞一家都是靠低保生活，无力长期负担美西的生活所需。办案民警找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共同想办法。社区工作人员很快与民政部门取得了联系，为美西申请了低保。在这个事情就是发生的时候，下面就晓得了，然后及时的给了他2000元的临时救助金。然后针对这个小孩，我们进行了及时的真人真事，对他本人进行了真人真事，增加了月收入300元，在10月份的时候到位。学校教育部门为美西减免了学费，民政部门为美西办理了低保，还有很多爱心人士对他进行了捐助。美西愿意跟养母一家在一起生活，至此美西的生活读书问题算是解决了。张永年当初担心女儿没饭吃没回家，这种情况没出现，而这个时候美西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安心读书，能考上大学。只有这样，父亲才不会白天不吃晚上不睡，才能安心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法律判决。很多方面都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困难，希望大家都不要担心我，还有爸爸也不要担心我。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不会想要放弃读书，我一定会读大学，我一定会接你出来。美西每周都给父亲张永年写一封信，介绍自己在学校与家中的情况，
并叮嘱张永年记得吃饭吃药，不要因为担心女儿的生活而吃不下饭。张永年不识字，每次都由看守所里的工作人员帮他把信读完，而每一次读信，张永年都潸然泪下。感谢政府，感谢社区，感谢工作人员，感谢能那么帮助我们那样，解决这娃儿的生活的来源。张永年哭了，哭自己，也哭女儿。他没想到出了事儿之后会有那么多人关心他的女儿，他对办案民警、对学校、社区那些爱心人士都充满了感激之情。父亲爱女儿，起早贪黑，吃苦受罪，但这都不能减轻他伤害别人的罪行。我们还记得他行凶时候那一闪念，他觉得他的生计没了。城管跟违法小贩之间的冲突往往源于秩序和生存的矛盾。张永年被抓之后，警方的行为充满了关切，他们不仅呵护了一个孩子，也拯救了一颗绝望的心。他们解决了张美熙的生计问题。如果张永年能不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在他生活艰难的时候能有人帮他一把，哪怕是指条路，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我是卢一鸣，明天见。